大家好，我是大野猪，感谢大家的点赞三连关注支持，祝朋友们单抽出金，十连满命，角色武器全部带回家。首先祝我们可爱的芭芭拉生日快乐，大家记得去米游社完成留影续加期和蹦蹦 slam， 这个 slam 是有120原石的，拿一下芭芭拉的绝版生日画片。在前面这期视频中我们提到了陈歌湖未来或将改动或优化，然后朋友们也提出了很多优秀的建议，也祝我选了一些已经反馈给了官方，大家感觉这些建议好的话可以打个一，不好打个二。首先是放在陈歌湖里的角色和环境互动太少，希望他们可以在一定区域内自由走动和家具互动，然后是希望可以一键复制大佬们的装修，这样就不用看着视频一件一件对应的做了。然后是最实在的建议，洞天宝钱能不能给的多一点，还有增加负荷上限，取消商店的购买限制。我个人感觉前两者是很有可能的，增加宝钱和负荷上限。其实我也挺怀念每周送5000宝钱的日子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讨论。接着是对于近期一些传言的辟谣，首先是关于这张角色例会，角色是真的，例会是同人，可能很多新玩家还没有到到期，这是漫夜的友人，不过在剧情中已经没了，所以应该是不会登场的。现在网上有很多关于草神的传言，然后有一组技能说是草神的，这是玩家自己做的，朋友们可以看一下。说实话做的还是挺有模有样的，感觉加入了一些草死联盟的元素。室友建议我把迪卢克的立牌放在门口，这要是大晚上看到以为是真人呢。最后向朋友们求一个一键三连，祝单抽出金，十连满命，野猪每天会更新各种资讯福利，朋友们可以点个关注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信野猪，谢谢。